来，对对，对对，来，对对，来，对对，来，对对，到，又做什么美梦了？你还好意思睡觉？你看看你的成绩，英语23，高数20，计算机25，分数还没我岁数大呢。 老师，我计算机55，你看错行了吧？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同学，不用进去了，里面没有人啊，我已经守了3节课了，这里是无人问津啊。我就是来送一下报名单。怎么？ 你也挂科了？你呢？我挂脖子疼。来送报名单的。交什么报名单？这学生会连个辅导计划都没给我，他们还想叫我留级呢。不能吧？大学现在还有留级吗？谁说不是呢？所以我才来找他们讲道理啊。 还有那个叫什么江左的，拿个鸡毛给我当令箭。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人。 别让我看到他，让我看到他，我就……你是江左，你耍我呀？你这不打我脸吗？上课，还是冲动？我只是惊讶而已。你长得这么帅，我怎么可能认得出来你是江左呢？而且脸好看的人，一般都拉不下脸。 你肯定不会跟我计较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这么熟。我们不熟。那对对，老师既然把你安排在我这里补习，那你所有的一切都要听我安排，每天下课之后补习一次，不许请假。哎呦，我很忙的。江左可是学校有名的学霸，有他辅导你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你别跟我提江左，下次碰见我非得把他……对对对。啊？下午补课别迟到了。 啊，怎么会迟到呢？肯定不会的，我一定准时。哦，拜拜，师傅，那上饭点。<笑>哦，你可以啊，你学过川剧吧？你这变脸速度好快呀！你懂什么呀？这个叫斗智不斗力。哎，小小，我新学了一个古典画法，下午去画室画画。嗯，那你不补习啦？微信不接，电话不回，我睡着了。厉害。 晚上海边吃饭，老师给你惊喜，你要找的猛男到位了，任你摆布。我去个洗手间。 要多猛有多猛！老板，再上两瓶啤酒。你们开始办啊！快点啊！凉了，凉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两位呢是我特别好的兄弟，你好，圈里都是大名人，这很多大明星都服务我的。 太多专业，那都是一流。他们在圈里有个外号叫"王中王"。来来来，这个我喝了。喝这杯。好，干了。来干了。
大半夜不睡觉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找来两个模特来画画。啊，收费的兄弟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看来他是免费的。哎，那我先走了，兄弟们。嗯。哎，下棋下棋啊。哎，董德，慢慢聊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今晚要补课？你又旷课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别跑！快躲起来！站住！你们哪个班的？别跑！媳妇，走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从今天开始，只能跟女同学一起去画室。我真的无法接受你这样惨绝人性的行为啊！难道你就是因为不接触异性才成为学霸的吗？对呀，哦，你不算异性。哎，我凭什么要学这些文化课呀？每个人术业有专攻，好不好？我就好好学我的画画，不行吗？就像我爷爷家那只猫一样，非要把它当个狗养，每天跟进了马戏团一样，明明是个公主，偏偏变成一个劳碌鬼，最后我爷爷家那只猫受不了了，跳楼跑了。就像我现在，我一个美术生，你偏偏让我花时间学习这些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你可以选择不学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留级愉快。哇，太恶毒了你！你走夜路小心啊你！干嘛？走不走？走啊！我排队约到的画室，你凭什么不跟我商量就给我取消啊？你约的画室写生已经从去年、今年一直排到了后年，我只是建议老师把画室让给其他同学。你坐下，复习。看一下这道题吧，昨天咱说过，你再看一下，在这儿。又不在线了，大脑又自动关机了。我好像病了，整个人都很不舒服。我们把昨天教的语法再复习一遍吧，看这儿。我真的不记得了，我好像病了，很不舒服。太好了，你脑子里面的知识结构缺失就算了，还有很多根深蒂固的错误没有拔除。这下好了，你主机上了，那我就给你恢复出厂设置，重做系统。对对，我们从 ABCD 开始好吗？A B 等一下 C， 我好像感觉我也好了，腰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。
这道题。惨了，我遇到一位大神，神的史无前例，刀枪不入。我认栽了。快请。同学你好，你知道学生会的江左在哪吗？江左，嗯，刚刚还看到他在那边三楼辅导教室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行了，今天先到这吧。嗯。你好，请问江左在吗？不知道。又来晚了。哎，你找他干嘛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女朋友？那你给他发信息啊，他走了好一会儿了。他把我电话拉黑了，也不回我信息。那你，我给他发信息？女朋友还拉黑了，这信息量有点大呀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刘美。哦。师傅，你女朋友刘美找你。赶紧把她打发走，不管用什么方法。那你求我。好，我求你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居然还有惊喜送上门，这可是江左的软肋呀、啊！怎么样？没联系上。那没事儿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，如果我联系到他了，我给你发信息。好啊，好啊。谢谢你啊，没事，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是我心中那个他。站住！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以后可能没有时间帮你补习了，你看能不能
喂，那队队你在哪儿？怎么了，师傅？我一直在辅导教室等你啊。辅导教室？你不是说咖啡厅吗？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咖啡厅了？我不记得了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你长长记性。哎。对对，看你干的好事儿。我没有啊。什么没有？啊？来，对对，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孙悟空，就你那智商，顶多也就是个减肥成功的八戒。那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来，对对，你要是再给我搞什么名堂，给我惹出麻烦，我就申请明年还给你念紧箍咒。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是孙悟空。你是不是真的想重获自由？嗯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学习，那我们做个交易。我放你自由，你帮我打发走。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哦，他纠缠你，你不喜欢他。成交。歪打正着。老实点啊，别给我耍花招。怎么会呢？放心，啊，不是这种人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学习啊，愉快的学习。来来来来，学习。来来来，学习学习，啊。这怎么行？那我成什么了？不会相信情人比。捣什么乱的，烦着呢！你烦什么呀？今天没补课。你还给我！董德，你是来气我的吧你？哎，哪能啊！不过说真的，这美女谁啊？你介绍给我呗。哼，就你。我怎么了我？哎，不配吗？嗯。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这脚踩几条船啊！我什么时候脚踏几条船了？我已经分手好几个点了。那行啊，但是你得好好收拾一下。干嘛呀？
边呢。你在这里，这里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我也刚到呢。谢谢你啊，上次让我见到江祖，本来我想找你的，没想到你先找我了。我也是无聊，想找你聊聊。左边走廊的舞蹈教室里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等，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哎，你个挺漂亮的小丫头片子，怎么长得当乌鸦嘴呢？睁大你漂亮的大眼睛，看哥怎么马到成功。臭流氓，你别跑！钟伟，站住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臭流氓，别跑！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这分明是耍流氓，好不好啊？浪漫，浪漫，懂吗？我还是分得清楚浪和浪漫的区别，好不好啊？真搞不懂你以前那些女朋友到底是怎么和你在一起的。哎，来，对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那些浪漫又纯洁的爱情。看路啊！什么纯洁又浪漫的爱情？我看就应该让他一刀把你砍死得了，省得你去祸害别的姑娘。